欢迎收听国考驿站。大家好，我是站长柳静。我们这一集一百五十五集要来讲 Q&A 的部分呐、啊。哇，越到考季，大家好像越焦虑吼。就是写信给我们的人真的是大爆满呐、啊。就是寄信，可能呃，大部分的人不太会用 Apple Podcast 的五星留言啊所以就是选择用 Email，甚至会用 FB。 对，就是高手龄的，就比较喜喜欢用 F B 的，就用 F B 私讯我们国考驿站粉丝团，或者是用 I G 的小黑儿子给我们。但是我必须要老实说了，我很感谢大家支持我们国考驿站的团队，也是很感恩大家喜欢站长啊。不过，嗯，站长时间时间真的很有限，因为我是一个妈妈，然后我也要带我们底下的团队，我要带人。 我要创作节目，甚至我现在已经开始在接咨询的 c a s e 了。对，所以我时间真的很有限，但是我是真的很想帮大家解决问题。OK，那如果说你们真的有呃很。 迫切、哦、希望站长在 Podcast 回答你们的问题的话，那就是先以 Apple Podcast 的五星留言为主，好不好？那一定很多人说，哼、啊，我没有用，我没有 Apple 呢，我不喜欢吃苹果呢，我怕我的苹果长虫，我用三星，我用 OPPO，我用小米也没关系，你哦，就去抢你同学的哦，抢你亲戚的哥哥姐姐哦，爸爸妈妈哦，或是朋友哦，给他。 手机借一下，那个都可以留言。对啊，或者是没有啦。现在因为写信的人太多，我尽量以 Apple Podcast 的无信跟没有为主了。那私讯我真的没办法回的话，那先跟大家说声抱歉了。如果你真的真的很急迫，我希望站长能够针对你的问题，你所面对的公职国考问题，想要克制化，而且是马上吼：哦「站长。 主想跟你说你现在应该怎么做的话，给你一个克制化专属于你自己的引导的话，那就是参考一下我们的咨询啦、啊，因为咨询现在刚开张还在找鸟价，对，因为之后可能 case 多了，我会考虑涨价。 啊，现在还在找鸟架，所以大家，呃，如果有想要 right now 的话，就是马上解决问题的话，那你就可以考虑付费的咨询啊。要不然的话，呃，你就是有经济考量的话，那也没关系，就是写信。但是写信的缺点就是，可能一来一往的话，会花费比较多的时间。好，那嗯。 节目开始前，我有两件事情要跟大家呃宣布一下，就是呃之前啊，那个 I G 啊，就是我有问一下那个关于全职国考生的鉴保是怎么样处理的，因为全职国考嘛，你就是没有工作啊，工作的话你一般就是老板会帮你保劳鉴保，对。 啊，你自己如果是全职考生的话，我就看到有蛮多人回复了。我就是大概讲一下有哪些做法。有的人是会呃去那个直接去公所投保，不过公所投保好像有说你的那个家庭的一些条件限制啊。对，你可以去查一下去公所投保，好像他是用最低的那个额度去投保，但是你要去查，先去做一下功课，说去公所投保建保的话是怎样的条件。像站长我自己是没办法，因为我的家庭年收入是。 超过那个界限的，所以我没办法去投保群工所。那另外一种是工会啦，对，劳工的工哦，不是公司的工哦，投保工会。对啊，你自己就是有看到工会的话，你就可以走过去哦，问说可不可以加入会员啊？你要投保劳健保的话，哦，这样也可也是一个方法。但是对，就是嗯，看看身边有没有人在做相关的工作、啊，你去投保相关的工会啦。对啊。 要不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part time、啊、你去找一些 part time 的事情呢、啊，像是那种什么早餐店啊，或者是什么物流啊，对啊，外送员啊什么的，他如果有劳健保的话，你也可以去投靠，就是去做一份兼职的工作，但是压力不会太大啊，他就可以帮你保劳健保。因为说真的，我觉得健保好贵，健保真的很贵，我在强调一次，健保我们台湾的健保很贵。 对，我觉得，嗯，这其实会引起我们社会的仇恨呐、啊。因为说真的啊，呃，对于我们来说啦，我们算是呃，就是新生代、中生代嘛，我们很少用到医疗给付，健保的医疗给付，其实大部分用健保医疗给付都是有在洗肾的人呐、啊，就是慢性病洗肾的人。但是没办法，我们就是多元族群的融合，所以我们要尊重另外一个族群呢、啊，对。 好，那关于呃，就是前阵子有人说他很喜欢站长的投诉，就是有站粉丝讯小盒子啊给我，他说他很喜欢我的投诉，因为我有时候我只要有空我就会写，因为我觉得不写我实在是那里也痒，这里也痒哦，脑袋痒哦，胸部心里痒，胸部里面的那一块啊、哦、心里很痒哦，手很痒哦，啊我就会写一下投诉了，对我我就是投给。 几乎都是特技那几家,家啦，因为我也很懒得，没时间去研究哪一家报社他是干嘛的啊，所以我就是不是投给风传媒啊，要不然什么独立评论啊，又、就是自由广场，哎、欸，是自由广场，自由开讲啊，对啊，自由报戏啊，自由开讲啊，有时候如果呃还不错的话，那个《t i 泰 e Times》也会是就是邀请我把文章授权给他，然后刊登在《t i 泰 e Times》上面啊，大家可以去看看哦。齁 好，那呃，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那个 Q&A 了，时间有限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第一位首领姐姐好，我是呃，不是首领，是佩林，抱歉，佩林，我把你叫成首领了。好，佩林，佩林，佩林，好。 佩林姐姐好，我是佩林。我尽情订阅你的国考驿站，你一直强调狂狂刷题，但我遇到的问题是我考古题内容都不熟悉，等于没念书就直接做考古题，这样可行吗？我听下来是直接从考古题下手，而不是先念书，所以一开始就是先从做考古题，再由考古题内容找出考点吗？嗯，好，佩林，我分两个部分跟你讲。首先呢，第一点。 是的，没错。其实你已经知道答案了，直接写题目，直接刷题目是最快、最有效率的读书方法。你就是直接写考古题，然后利用考古题里面的考点。什么叫考点啊？我们现在不是 social media 那种，你在 Po 文脸书、Po 文 IG 都 hashtag 什么啊？那个井字号啊，hashtag 那你也可以 hashtag 那个题目一下。 哦，看这个题目的那个关键字在哪里？那个就是考点了。哦，考点等于 hashtag。哦，啊，你利用这个考点去找教科书。拜托，请大家找大大学用书、大学任教、大学用书，好不好？你去找教科书里面这个考点，它出现在哪个章节？这么找，前面找，后面找。哦，前面就是从章节找，从目录找。 啊，后面有些有些书本，它如果排列的比较呃 detail 的话，它后面也会有一些啊名词的索引 index，你可以去看那个 index，然后去找说它出现在哪一页。对，就这两种方法提供给大家参考了。那佩林另外一个我想跟你说的是，为什么要直接从考古题下手呢？因为你在准备考试的时候，你在准备国家考试的时候，书。 怎么念也念不完，但是考古题是可以做完做熟的，因为我们都是人，我们有血有肉，我们的脑容量有限，我们每天的时间只有二十四小时。你书怎么念也念不完，也背不完。你毕竟你不是 AI，你不是电脑，吼、哦，你不是扫描机，你也不是什么复印机，吼、哦，什么呃几秒钟就印出来，你没有那么厉害，好不好？ 也没有什么记忆图示这种小的东西呀、啊，反正哦，唯一我们可以掌握的就是把考古题做好、做熟、做到烂。所谓的做到烂就是什么？你看到题目，你马上脑海中就是啊，这一题它的口诀是什么？哦哦，就是然后口诀写出来哦，口口诀就马上 memo 写出来，然后你就想一下啊，答题架构，我等一下要怎样呈现？哈、哦，我要去设诱那个阅卷老师啊。 对不对？这样就没有错了。好，佩林就是呃，以上两点给你参考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位，Nancy，柳静姐姐，拖了好久才写信给你，一直要跟你索取档案，但也想要好好一次写信给你问问题，主要是向你索取啊、呃，索取啊，国家考试的答案用纸档案。好，嗯。 Nancy，我已经请我们小编寄给你哈，我请我们团队小编寄给你了。好，终于把呃国考驿站柳静姐姐的节目全部追完了，真的很喜欢柳静姐姐节,节目风格，很喜欢你很真的风格，并不会想符合社会主流或讨好任何人而做出违背自己良心的事。听到你的故事，尤其是成长阶段遇到的老师，好心疼呐、啊。知道柳静姐姐应该不太喜欢老师吧？我在学校做约片 但身份不是老师，我的身份是校安人员，对学生投入很大的心力，也曾改变大家不想碰，连辅导老师都想放弃所谓的坏学生。在过程中，其实大家都觉得我头壳坏掉，薪水不像教官一样高，但我却投入很多心力，我对教育有满满的爱，所以想要投考教育行政哇，对。 但是这一份工作，我花费我好多心力，带领学生服务，还每天辅导学生说很多话。回到家，我精神不济，读书读到打瞌睡。我想要问柳静姐姐，现在不到两个月时间，毛起来读书还来得及吗？另外，柳静姐姐会建议我换工作，白天念书，晚上去工作吗？不好意思，字数有点多，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分享的。如果未来哪一天我考上了，期待跟。 柳静姐姐见面会，想要加入柳静姐姐的团队，帮忙辅导国考生，帮助在苦海的大家脱离苦海，茫茫大海中获得柳静姐姐这盏明灯的 Nancy，好，Nancy，我很喜欢 Nancy 这名字，对，听起来就是知性，哇，温柔体贴，对吧？每一个英文名字都有他自己的那种调性啊，对吧？我 Nancy 这名字听起来就是个聪明灵巧的女生。 好，那你说我很真哦？你知道为什么我很真吗？那是因为我现在不缺钱呐、啊，我可以做自己啊。像我以前在做公务人员的话的时候啊，缺钱呐、啊，我需要考绩啊，所以我就是讲官话，啊，说啊，报告科长，有关这个公文，请你呈核一下。好，谢谢科长。科长刚刚讲的部分，我马上改。好、哦，对我就是讲官话，或是。 科长啊，主管啊，处长啊，哦，师处长啊，哦，不是那那个师处的师处啊，是师长处长啊，哦，师处组长啦、啊，哦，还是副座啦、啊，什么专门委员啊，哦，那些哦，来来问我什么什么意见的话，我说报告长官没有意见，一切非常的好，对啊，你就像阿兵哥一样，哦，都是全部都是一片美好，一切都和谐掉了。长官给你的命令旨意都不好的话，你脑海中你觉得干。幹 在撒笑，你给我做，哼，你想叫我去弄表，你心里这样想，可是你嘴巴讲话说，哎、欸，不会，报告长官，很好，马上做。对你就是要这样无脑，好不好？我以前就是，啊，你只要当公务人员就讲官话。什么叫官话？就是好话、和谐的话，吼、哦！你就是不要触犯主管了。大家不要看我这样，我以前当公务人员的时候是不完全跟现在不一样的面貌，对吧、啊？我是乖乖牌，好。 可以做自己，那就是前提要有钱呐、啊，好不好？那你说我应该不喜欢我以前过去成长阶段老师没有错啊。我从小到大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当老师、欸，诶，因为我觉得我哈哈，<laughs> 我怕误人子弟，而且以前从小到大遇到老师都不好，我心里那时候小时候就已经立国小就立定志向了，我心里想，干我以后长大绝对不要像你这个样子，对啊，看不起穷人家的小孩，嗯。 啊，那种家长会长的小孩，你那你就恨不得去贴人家的屁股，对啊，嗯，我觉得国小老师其实蛮势利眼的。抱歉，如果有在听我这节目的国小老师跟你说抱歉，我是说我以前小时候的老师啊，对啊，小时候老师都蛮势利眼的、啊。只要家里是开店的啊，哦，那种地方的啊，啊，有是家长委员啊、家长会长的，这款小然后。 老师都会对这些家长的小孩的同学非常好，甚至打手心哦、喔。考试考不好了，哎、欸，考不好了，下次要注意哦、喔。来蜻蜓点水一下，有没有？好、喔，那像我这种哈、喔，问老杯哦，我爸爸是在开沙石车的，在那个浊水溪开沙石车的；我妈妈是槟榔西施，哦、喔，在那个台山县旁边卖那个地高凉啊槟榔，哦、喔，就块到说柳进你考不好。 你是猪吗？你怎么笨？来，一分两下，就是啪,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手打到不能打，我觉得那么 Q，呃，好痛哦。老师说还没打完，分期付款，下次再打，下次换打这里哦，这里不能打，你知道换打哪里啊？怕咔蹭，哈、哦，咔蹭没让爬，怕打，怕大腿后面，哦，大腿后面没让爬。哦，怕到没让爬，怕到红尘呀。你怎样怕打哦？你知道打哪里吗？打小腿。 小腿不能打，打哪里？坐拱桥，吼！以前国中的时候，你知道是怎么坐拱桥的吗？在教室外面做拱桥。什么叫拱桥？就是人这样，人这样一个 U 字形，吼！我那时候觉得那些男老师是变态，为什么？因为国中要穿裙子啊！啊，你女生坐拱桥，哎、欸，那个裙下风光，嘿，风吹着，呃，春光乍现呢。 我所以，我那时候觉得国中老师一定是变态，对吧、啊？好了，这是我自己哦。我过去不代表现在的老师都是这样。好，我相信现在社会已经有改善了。哈，好啦，反正我从来都没有想过，想过要当老师啊，因为我觉得老师就是社会的坏人啊。好，那你说你要考教育行政的话，呃，Nancy，我跟你说，教育行政这个工作要很有热忱哦、喔，因为他不是在教育部工作，就是在地方的教育局啊、教育单位啊，嗯，很官僚。 因为我以前在经济部有跟教育部的一些外部同仁交手过，教育部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官僚的体系，因为他这个部会已经很久了，你想要感化他，春风化雨，哈，跟他跨部跨部会合作，我跟你讲，包括联合代志，他一他会做，最后做的就是国家足球队踢踢踢踢踢,踢,踢，哈、哦，对啊，很会踢。 我会不会这样讲？教育部的人会 K 我？没有，这是纯粹我的经验分享，好不好？不代表现在教育部的官员都是这样的哦。而且教育部里面哦，我记得我那时候，呃、去跟教育部要资料会诊的时候，大部分很多都是约聘人员他们正式人员不多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超了关系。 还是人事经费余额不够的关系，反正教育部还蛮特别的，他正式人员真的不多，跟文化部一样，因为有些部会哦，我跟大家讲，嗯，我遇到有些部会，他是呃约聘雇人员比正式人员还要多很多的，文化部、课委会、原名会、教育部，好、哦，这些都是约聘雇比正式人员还多。 对，这是我想到了，应该还有一些啦，因为部会实在是太多，好像二十几、二三十几个部会，我没办法一一盘点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说你回到家，因为你对于辅导学生其实很有呃热忱呐、啊，回到家精神不济，读书都读到打瞌睡，Nancy 呀、啊，你袂当安尼啊，我跟你讲，吼、嗯，我跟你讲，你呀、啊、要对自己狠狠一点，要不然以后是未来对你狠。 你应该是很年轻呐、啊，你才会对工作有这么大的热忱呐、啊。但是我跟你讲，热忱这种东西没办法当饭吃。你要想要做有热忱、有热情的工作，吼、哦，喜欢的工作，前提是你要先喂饱自己，你口袋先要有钱。你口袋没有钱的话，请你对自己狠。我这样，我希望我可以。 这样一针见血的的那个内容可以把你当头棒喝了，因为我是为你好了，对吧、啊？看你写这么多，呃，内心的话，内心的 m o m 我跟你讲讲三点。你现在啊，你看你要选择继续做现在的工作，吼，继续做下去，还是要考公务员、考教育行政？你选一个，请你选一个，你不要两个都选，好。 你如果要觉得现在的工作做的很好，薪水也不错的话，那你就好好做哦。但是，请你放弃考公务员，请你放弃考公务员。你要做现在的工作，你就放弃考公务员。但是你自己要去呃衡量现在的工作，因为是约聘，它可能不是那么的稳定。因为换了主管，换了校长，换了主任，哦，换了你的直属主管，他可能会插安插他自己的人，你他你随时都会。 他都会叫你走路。好，那如果你决定要考公务员的话，那你就用最低限度、最低限度的力量来做现在的工作，不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在学生身上了。每天，好、哦，就是用最低限度来工作。下班之后，请把你的主力、你的体力、你的热情、热忱放在考公务员员上面。好。 那再来就是说，我会建议你就是换工作，白天念书，晚上去工作。我觉得是看你自己啊，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，精神体力状况不一样，你就去评估了，看看第一评估的点有哪一些。第一，经济；第二，你的体力。好，因为每个人的体力状况不一样，你就看你哪时候你是白天精神好，还是白天精神不好，你自己去衡量。 然后你说两个月两个、呃、月来准备念书，你指的是今年高普考吗？我跟你说，因为我不知道你的状况，你念书现在到程度到哪边了？你如果呃你是要准备高普考教育行政的话，你的考古题你还没做至少十回以上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准备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好、哦，但是你现在有听录到我这一集。 你赶快把教育行政相关考试的考古题，近三年、近五年做到近十年，至少做个十回。今年第特或明年考古考，你是绝对有胜算的。好，那 Nancy，再来就是你有讲说你考上的时候会希望加入我们团我其实非常欢迎，我这边也在呼，在节目呼吁我们国考驿站的校友啊，哦、嗯，校友，所谓的校友就是曾经。 有听过国考驿站，也喜欢我们节目，认同我们节目理念，你已经上岸了，你现在已经是公务人员或者是呃国营企业的员工的话，你想要写岗的话，欢迎哦，欢迎欢迎哦，加入我们国考驿站的团队，呃，就是你看你要写信或私讯，那站长会跟你洽谈相关合作的一些 detail 细节了，好。 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看下面一位波特站长你好，我是要冲刺今年高考的考生，之前在 Podcast 上面可听到可以向你索取申论题答案卷电子档，不知道现在还能否索取？可以的话再麻烦你回信了。另外也想感谢站长用心制作 Podcast，让我每天有读书动力，辛苦您了。也希望站长在制作节目之余要注意身体健康哦。好，波特，我已经请我们呃团队的小编寄给你了。好。 那我们看下面位 Jack 柳静大大，你好，我是 Jack，有听您的 Podcast，开始看历届考古题，哦，看，我跟你讲，看不够，你要做，do do do 进去就对了哈、哦。发现某个考科就是死不出考，呃，教科书内容非常迷，教科书根本翻不到一一一年考古考题这四题，呃，把教科书带进考场，Open Book 都不见得写得出来。 网络补习班给的你答、啊、也奇奇怪怪的。我想问的是，研究型考题要如何准备呢？考古题做到这些题目，就是上网查，然后把拼凑下来的答案给背下来吗？毕竟教科书找不到出处。谢谢您，Jack。我跟你说，我有看过你给我那个连接，高普考那试题，那应该是卫生行政或卫生技术的题目啊，其实非常的火啊。 嗯，我觉得考题考活是好事，对于有在认真把呃书的、呃、书本里面的知识跟现实生活中做,做连接的考生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。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他会考这些吗？那因为出题的人都是学者啊，哼、嗯，都是教授啊，哼、嗯，教授是在做什么的？不是叫叫的野兽哦，哼、嗯，不是会叫的野兽哦。 教授平常的工作，哈，他们的主力主轴是在教学生春风化雨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哈、哦。教授的工作不是春风化雨，是在干嘛？是在做研究啊、哦，哈、哦。要产出做研究，他才会获得星星。噔噔噔噔，哈、哦，玛丽欧获得星星。 还是食到迄香菇啊，吼，吃吃到香菇啊，这样你才有办法升等嘛。从什么助理教授变副教授，吼、哦，副教授再变成教授，吼、哦，较超到了变中原院的啥物院士啊，迄路就超到啊，就大位啊。好啦，因为出题的人他是学者，他的主力就是在研究。啊，大家如果有念过硕士、master，有念过博士，啊、嗯，有写过论文，就知道。 哦，一份研究，哦，研究计划，它的，它的那个，那个，那个，那个最重要的地方在哪里？就是要做问卷调查，哦，要做质性，哦，量性的问卷调查。啊，他如果，但是。 我跟大家讲，有写过论文的人就知道，你要拿到这种问卷非常困难，所以出题的老师他就套假包哦，他有来出题，他就利用这个方式来出这个题目哦，啊，想要利用大家考生对于这个政策的看法，这个政策可以从从哪里走啊？哦，他来获取一点这个研究计划灵感、灵感呐、啊、出处，所以他会这样出。好了，反正这就是我讲的独门暗器啊，开放式问答了。 好，我跟你讲有几种方法啦。一，Google；二，你用 AI Chat GPT。但是你用 AI Chat GPT，你要去验证这个答案的呃对或错。好，第三，主管机关官网。你是考卫生行政、卫生技术的话，那主管机关就是卫福部啊，在南港的那个卫福部有没有新盖的那个大楼？哇，非常宏伟。但是你在那边上班，要买一只烟抽给哈，都很困难。 哦，因为我以前去过那边开会，哦，这最大杯子要最吹不 i seven 哼，我不知道那现在是不是这样，但我那时候是这样，哦啊，还有另外一种方式，哈、哦，研讨会啦，所以你要去多爬那些那个主管机关的官网，它应该会有研讨会啦，公听会啦，哦法规讨论会啦，哦官台上面会，哦，只要有开放报名参加的话，你有给你给你哦，哈、哦。 手刀报名吼、哦，还有最后一个方式，陈情、陈情、吼、哦，陈情方式很多啦吼、哦，那个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了。啊，你不知道的话，你再跟我跟我问一下哦，写信来跟我们问。好，我们看下面位超级大木瓜站长好，我是超级大木瓜，首先送上五星好评。想请问站长，读牙体技术学系的话，可以考卫生技术吗？感谢站长。好，那个宝贵，我改工哦，宝贵。 哎，你讲我赶快弄叫木瓜吼、哦，木瓜，我跟你讲，哎、啊、呀，忘记跟大家讲了吼，现、哦、是木瓜的季节，没事多吃木瓜吼、哦。台湾大木瓜，台湾大木瓜，木瓜有含那个非常丰富的维他命 C 啊、哦，维生素 C 跟那个贝塔胡萝卜素，那个对眼睛、对你的皮肤都很好。好，我们回到主题上面。 那个，你说你要考卫生技术哦，嗯，要考卫生技术的话，要考虑一下啊，哈、哦，你要知道卫生技术，他考上之后工作在做什么，哈、哦，是不是很加班、很血尿、又血汗，哦，你如果对这个工作有非常大的热忱，我建议你去考了。 要不然的话，我是不太建议，呃，你念什么科系你就考什么啦。因为卫生相关科系的那个考试啊，高不考卫生技术啊，卫生行政啊，弄就超诶。吼，都很糙，都很糙，吼，好啦，那回到你的问题啊，呃，卫生技术的话，它其实基本上就是要相关科系啊，因为它是技术执行吼。 技术理工仔系，它就是要相关科系毕业的、啊。你去看简章啦、啊，对，高补考简章啦、啊。啊，简章上面如果你没有你念的这个牙体技术学，因为我帮你查，牙体技术学习好像没有在简章里面呢、啊。但是它有这种验证方式啊，你就建议你，我建议你拿你的毕业证书跟你在校的修过的学分，四年哦，四年修过的学分跟你的毕业证书，询问给考选部，直接问他们比较快，因为毕竟他们是主管机关呐、啊，吼、哦。 好，那那个呃，我们今天的那个 Q A 就到这边啦、啊。那、啊、我们国考驿站现在的一对一咨询服务就是站长，站长亲自为你们服务，好不好？因为之后我陆陆续续我会就是呃，请人加入我们的团队。现在站长先先当主力主轴啊、呃，想要站长帮你咨询的话，吼那就是呃，在我们节目的资讯栏有那个 Line 的 Line 官方的那个账号，你就加入哦。现镇早鸟特价。 中，再就是呃，我也想呼吁一下啦，就是我们国考驿站已经上岸的校友们，如果想要加入我们国考驿站的咨询顾问团队的话，欢迎来信洽谈，站长会亲自跟你谈合作，吼、哦，相关 detail 细节的的东西，哦，欢迎听众支持站长刘进的创作 赞助的节连接在我们节目资讯栏，你的赞助得以让我们节目持续维持下去。好，我们这期就这样喽，下期见，拜拜。